夏唐第九席中轴画中所呈现金翅鸟、鸟王、狮子、象王、摩羯大鱼等诸福德傍身众，神龙、宝龟、凤凰、麒麟、珍禽异兽、诸祥瑞傍身众，往昔因逐禽纵欲、寻求欲望的刺激，乃至享乐无止，在不知不觉中而造下堕落恶道之因，而尽管来生不堕落受苦，披毛戴甲已是无可选择了，不如放下执念与牵缠，来自坛场，以如来大悲法水洗涤树叶，此画面皆会诸福德傍身，即珍禽奇兽诸祥端祥瑞傍身众，最上又为金翅鸟、金翅鸟王，下方又起则有狮子、摩羯大鱼、象王、凤凰、神龙、麒麟、宝龟等等，剩下的区域依照画室所示画出诸珍禽异兽，如共命鸟、羽人、飞天白马、北极熊、熊猫、无尾熊、骏尼等，受到世人所喜或寓意特殊的动物，尽管如此，还是生系过往恶业纠缠，只是曾修过些为善业的福报，才投身为有福德的畜生，但不善培植智慧，未来终究会受业风吹堕三途。